如果我们都希望一个更好的世界到来，至少更多的爱要能够被自由的对待。台湾即使是亚洲第一个，也还是有太多美好的故事是过去不被认同的秘密。其实我们的相处不会因为法案通过有什么改变，但心里真的踏实好多，不再需要更多勇气就可以在阳光下相爱，这样很好。在这里各种想法进步得很快，我和太太拥有完全一样的选择跟机会。因为想陪孩子长大，所以我跟公司请了半年育婴假。他开口说的第一个单字就是爸爸。面对同样重要的家庭与事业，我们一样有力量。因为信仰而担心、惧怕，甚至遭受各种迫害，是人类史上长存的哀痛。这里选择成为一个相互尊重、一起前往亮光起点的地方。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在这里很受到尊重。所谓历史都有黑暗，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去面对。想要继续前进，咱首先就要正确认识家己。咱有迄个全世界上长上长的概念时期，啊，到即马，咱过去所经历的危险，会当成为未来的人活着更加自由的一个小部分的基础，这是咱这个国家的勇气。参与式民主作为人民与政府沟通的方法，让人民更有效率地拥有理想的生活。我孙子帮我上网登记投票，任何提议的政策只要有5000个人附议，政府就一定会做出回应。我现在啊，可以带着阿毛去更远的地方了。Di sini semua bahasa daerah yang dipakai semua suku semua adalah bahasa negara. Anda di rumah berbahasa ibu apa saja. Di sekolah pun ada guru yang bisa mengajar kamu. Ngobrol sama kakek nenek, gak usah pakai penerjemah. Ya aku gak semaboh, mesaboh nih.Ka utulotan pikun naku, geda gedadu seluhai semabuh, mukhwai namu padai. Di sini, 往目标前进的路上，总是有好多人上前帮助你。在我的舞台上展现价值，人们并不同情我。而是公平的尊重。在这座岛上，在这片海域，在台湾，我是自由的。